看什么？八只八只。来，离近一点。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看看。你跑吧。放学了，小宝宝。小宝，你放学了是吧？嗯，还去楼上找哥哥，是不是啊？哇塞，你看你嘴上，是不是昨天吃了巧克力？你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，这样不好看是吧？哟，吃什么呢？你跟哥哥说，你今天在学校干什么了？快点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今天干什么了？你不说是吧？下了课就在这里翻箱倒柜啊，开始捣乱了。什么 surprise？ I'm not kidding。你画的？这么厉害？咦，赶紧起来吧，好吧。嘿嘿嘿。这么急。小宝宝2点多就放学了，哎呀，不要乱动啊！早上8点半上课。今天特意帮小宝宝留了2片柚子皮，是不是柚子皮？宝宝，这放在哪里知道吗？玩具。啊，你还知道你的鞋呢？就这个鞋，宝宝就是那个鞋，就那个鞋，在这儿，另一只在这儿。对，你闻闻臭不臭？臭，知道臭了哈。好，放在里面，另一个放另外一个里面。这个点进来。对，丢进来。这个就点进来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小宝宝天天不穿袜子，脚很臭的，是不是宝宝？那谢谢我的鞋。哦，现在不行，得熏一熏，明天再穿好不好？明天穿鞋就香了哈，好吧？那放下去。等一下，还没臭。嗯，等一下不臭了，明天再穿，好吧？放那有。嗯，行，真好。你说。我在想着，这样。哦，你在说，哥哥弄咖啡是不是啊？来，说。感谢。对，这样按一下啊。表达还是不清楚啊，这样那样，这样那样。哎呀，他下了课其实很无聊的，2点半在家里面，2点半放学了就在家里面了，就在这到处跑跑跑。哎呀，看看，快看，不要叫，不要叫哈，爸爸妈妈在楼上上班。哎呀，往我怀里一钻，你是不是困了，宝宝？有没有困？刚刚他调皮，我说哥哥不理你了，他说抱抱亲一口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？哎呀，充满求知欲的眼神。宝宝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这是咖啡，知不知道？小孩子不能喝咖啡，知不知道？对吧？宝宝喝。宝宝喝不了。宝宝喝几滴咖啡？嗯。宝宝喝几滴咖啡？宝宝喝几滴咖啡？哎呀，这咖啡机不一样，打出来的咖啡都不一样，跟我们家区别还是蛮大的。姐夫，在那叫。姐姐在那叫是吧？姐姐在弹琴。嗯，你数一下，这有几个？一、二。嗯。三。嗯。四。嗯。五。哎呀，真厉害！幼儿园没白上哈。这2000多块钱没白花。宝宝，你在学校还学了什么呀？嗯，走，咱去看看你姐姐在干嘛。走，你问问她，你说你叫什么？去问问，你问问她啊，去问问她。对，去问问她，你说你在叫什么？哎，小宝宝过来，哥哥看看你的公主衣服，来，啊，跳个舞，跳个舞。回到家就要换公主衣服。哎呀！
宝宝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啊？来过来，你姐姐在干嘛呢？你姐姐有没有那个有没有生气啊？她是不是弹琴的生气哈？哥哥告诉你姐姐为什么生气啊？因为姐姐弹琴，她有一点她不会，所以她就生气了，知道吧？你知道？啊，你说的啥呀？哥哥听不见。哥哥听不见。那哥哥告诉你了，哥哥告诉你了，说悄悄话啊。你说的啥呀？你在说宝宝宝宝宝妈妈妈妈妈。你以后打算学什么？学跳舞好不好？哎呀，过段时间就你也得去学东西了，不能天天在家玩了，是不是宝宝？吞金兽，手好脏，去洗洗手去，好吧？你看你手上都那巧克力，这昨天买的那个面包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哎呀，别舔了。快去！哎呀，宝宝甜不甜？甜。宝宝快下来了，走，陪姐姐去买零食。走。我的天哪，真酷！快走。啊？走了，小老板 ，go。go go go， 快去！哎呀，看着小宝宝在家里不愿意在家，非要跟我跟小老板一起来超市。今天因为不要做饭，所以有点时间出来逛逛。宝宝，你回头看看哥哥。啊，不拿菜，不拿菜，我不拿菜哈。好吧。太危险了，不能这样。马上把你掀翻了，走。来，哥哥，你拿着眼镜。去吧。小宝宝现在长大了，什么都有小宝宝的一份了。看啊，自己拿，不吃糖果了。你家里很多糖果。我要。你放回去。不行，放回去。我要。哈哈，给你拿一个吧。我拿这个。你知道那是啥吗？知道。那啥？那山楂。我喜欢。你喜欢？是啊。嗯，你喜欢山楂，你都不知道山楂是啥，你喜欢山楂，搞笑。宝宝 ，no， 不能拿糖果了。哥哥说了，只拿一个糖果，放回去去。拜。对，听话啊，放回去。哎，好，就放那里吧，没事的。宝宝。放这里。还给人放错地方，放这儿，宝宝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啥？哎。哎，服了。小宝宝也跟着瞎凑热闹，他又不认识，瞎喊，开心了吧？两个人，开不开心？小妹妹，呀，完了就。没有，他买的，我们付钱的，付过钱我才拿给他的。看我们买了多少东西，90块钱。然后小老板问我说 ，Kinder Joy， 说如果你的卡刷不了怎么办？我说那就把你留在这给别人打工了。你们到家自己分哈，不要打架。好吧 ，OK， 宝宝上车回家了。我打开，我让姐姐给你打开，回家了哈。